有够远的，真的好近。他早就爬起来了。哦，这是，好大、哦，大芒果，只有四个人要 PK， 剪刀石头布。今天又要比赛，对，这次我们到哪里比赛？嘉义嘛。嘉义，有够远的，真的好近。他早就爬起来了。报名的时候看到蛮多朋友哈、哦，很多哎、欸。毛毛嘛，飞鱼、彩针、光光，对，那到时候就让我们来试试看。OK， 来 go go。那我们就到这边了，好像这个斜坡不错、啊，一人一边这样子。Hello， 我现在是查米，那现在我的位置在龙野的这边，啊，龙野在准备他的饵了。那今天我们的战术就是。躲在这边挡太阳，太阳太大了，受不了。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小鱼化，但是他们说这边鱼比较小，所以今天都是用小饵的，这么小。然后大概是用我这边用一点一克的，我也是围根哎，我也拿出围根来，今天就围根到底，紧张紧张紧张，是比赛啊。中了啦！哦，一只九番了，这一只，一只，耶！再一棒，中。哎，乌拉，钓鱼吧，我们远呐，有点远。哎、欸，这个这不算官哎、欸，这不是魚，这不算官，是猪哥。什么哥？是猪哥，你要拿猪哥。啊，好了，这不是啊。三、二、三，这不归鱼。对哦，对哦，耶，对吧？送，干，好魔鬼，魔鬼，哎呦，裁判走了，好，对吧？你要去裁判那边，中吗？钓鱼霸，钓鱼霸，你看这个猪排，看看迷彩衣，绝搭，绝搭，这叫珍珠衣，珍珠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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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有了，飞鱼有了，我看芒果王哎、欸，那应该是有他们的，啥、啊？超小，好小，没感觉。来了，小心。有有哦。哦，这是大芒果，大芒果，好大哦！我靠！来，我早知道不带软杆了。我都在捡飞鱼的、啊。叫红。哇。叫红。大大的红魔鬼。好了，今天应该就是。可以，霸起来！霸！喂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哈哈。
吧。哎、欸，又中鱼，不要脸啊！等一下，我跟老板讲，不要急。好，走。刘冠杰。哎。刘冠杰，你好。哟，钓鱼吧，飞子，今天、欸、今天就飞鱼吧。钓死了，霸起来，霸起来。线绑好，丢出去，回来就一直哎、欸，你就一。哎呀。哇、哦！这什么？五锅？你如果现在把它吞下去，我算你两斤。那应该找 Omega 来了。找 Omega 来。对。找 Omega 来。哦，龙也中了。龙也中了。还好还好，小小小小，水上漂了，爸，钓鱼爸，爸爸爸，这个葱。好大哦！哦，龙野家，龙野，龙野一只，好帅啊！我刚刚差一点在摸龟一只。啊，好了，就一只了。OK， 又是一只所谓的低白。中了，水，大风，多余。裁判，黄彩珍中一只，爸，不要，口袋打开了，口袋，放口袋，认真，你认真。杨姐，我觉得好欢乐哦，这个是欢乐场，应该来的。对啊，龙眼，我们终于汇合了。欸、对，哎、欸，真的是，这就是南北的差别嘛。对，第一个人热情，鱼也热情。对，鱼真的超热情。OK， 那现在我跟龙眼今天都钓结束，好玩。那现在公布名次，那听说有钓九只以上的都有名次。嗯，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，紧张了，龙眼。对，谢谢你的饵。好，谢。他刚刚真的有让我中一个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可以。可以，有料法，有料法。对。哎呀，现在是报到第六名的。一点都不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公布第六名。上个第六名。第六名是钓11只。11只。哎、欸，那是我跟你。三到第六名全部都钓11只，所以有4个人要 PK。哦。都可以。是吧？到底会是谁？好，我们公布一下，就是三到六名啊。好，龙眼，哎，剪刀石头布，真男人，全条就是，全条就是男人。不要紧张，先一个是第六名的。哦，也可以。第三名。好，冠杰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。来，剪刀石头。哦，还有是不是？再一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就最后对，第六名，一样的，剪刀石头布，第四名，第五名，好。
其实四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先报到我们第六名。啊、第六名是我吗？第六名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好多，谢谢。红点的，那个靖州谁帮颁奖？靖州你红点的，那就你们那个你们颁呀。那我请靖州。哦，钩子线。哇。哇，好羡慕哦。嗯。很巨大，是不是？三个都超巨大的，三个都超高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第三名。第三名就这个、啊，就是你哎哎、欸欸、啊，近在眼前大师。第三名，第三名有你的奖杯哦，我有奖杯哦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没有，我们被衬选不会掉的哦。有点浮夸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多了，你有手比爸吗？不要掉了、哦，爸爸！哎、欸，你的姿势好奇怪。不行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哦，掉一半有奖杯了，终于有奖杯耶！真的，是你们是巅峰了吗？对 ，OK， 再看不到我了，退坑了。OK， 那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一个。峰哥，嗯，那峰哥本身是在做什么？最主要是以雷响跟雨舞的为主，对对、哦。所以以后到南部我就直接报峰哥，没有人不认得。大部分都认得，对对对，大部分都。特地感谢峰哥让我们就是来参与这次活动，哎，好玩，峰哥。好的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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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